的天空变成黑色照，那颗守护的星光，当我转过身眺望那个最美最好的愿望，才发现还在那远方。你是我眼中的山川和海洋，比星空还明亮，为我指引着方向。这路上会有风浪吗？我不害怕，因为有你给了我最温暖的力量。夏蕊宁，你是我见过所有女生里面最无耻、最……她是你莫老师的女儿。哦，我早就听说有人要找我妈拜师，原来就是你啊，叶凌哥。对，本来我不想告诉你的，我怕你夹在中间比较为难，可是。我怕我再不说的话，叶苗他就……放心，你是你，他是他，他再怎么欺负我，我都不会把气转移到你身上的。我可是讲原则的。我相信你，夏蕊宁，咱俩谁欺负谁啊？不是叶苗，你别再说了。啊！我不说了，看在你为了拜师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行的份上。我妈以前是没收过徒弟，不过以前不收不代表以后不收。放心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哥啊，今天是不是又白去了？没关系，我会继续娶她。去哪儿啊？真想知道？别废话。你还记不记得你害我被鹅追的那个镇子？记得，那个地方离营地骑车不到20分钟。高人，你不会去找严伯了吧？你也认识严伯呀？严伯不见你，但一定会见我。叶凌哥，我帮你。不过，你也得出点力。他？我？你认识沈真的对吧？沈真？别否认。不然你不会知道清凉油的事儿。夏蕊宁，你还好意思提？我好意思做，我就好意思提。不是你们在说什么？沈真他到底怎么了？没事，他没怎么。不过我现在跟你出营，回来肯定晚上了。沈真跟我一个宿舍，他一定会去跟老师打小报告的。你别把别人想得跟你一样阴险行吗？懒得跟你解释，反正你负责拖住沈真。我绝不跟你同流合污。就是他，我一生的幸福全靠他。
雨宁。嗨。沈真，你之前请我喝水，我现在请你吃苹果。哦，谢谢。啊，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嗯。我想画个素描，你能帮我当模特吗？嗯，可以啊。走吧。嗯。我们去哪个画室啊？啊，跟我走。走吧，沈振不会再跟过来了。你真的想支走的人是沈振还是叶苗？害羞的时候你都不会脸红，但是说谎。你是全世界最喜欢。还是不行。怎么了？我是领队，出入军训营没问题，但你是军训生，不能出去啊。这不太好吧？没问题，你就放心吧，你先走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不一定能拖得住沈真。没事，叶苗鬼主意挺多的，这一点和你挺像。哪有，人家很乖的。是吗？走吧，走吧。手再高一点。哦。哎，再高一点。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保持住。沈真，你是我见过最棒的模特。苹果能吃到光，哎，好好保持住，保持住，睡点下吧。哎，好。
谁啊？严伯，还是我，叶林。怎么又是你小子呀？我不是跟你说了，严伯，你不欢迎他，难道还不欢迎我吗？哎呦，蕊宁，你们。你把我哥拐卖了吗？他怎么不回我微信啊？过度恋歌是病，得治。不要吵，在忙。这是我妈让我给您的，本来想军训结束后再给的。那你跟你妈妈说谢谢她啊。这是个好东西啊。我就说吧，特别适合您，而且特别是等您出山以后您就可以用了。不可能。为什么呀？上次我向您替我妈求颜料的时候您都亲自给了我一份。怎么叶岭来的时候你就不能了呢？我说不可能就是不可能。还有你啊，你回家问问你们家那个什么蓝基金的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不能了。是弗兰基金吗？严伯，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确实需要买您的颜料，但是我是想修复一幅对我来说很重要的画。这幅画的作者也是用您的矿物颜料修复的，我想做的完全一致。对，严伯，您今天要不说个合理的理由，我就天天来，他也天天来。你来，还把他带来。好，既然你们这么想知道，那我就跟你们说说，事情是这个样子的。陈真，歇会儿吧。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不着急，歇会儿再画。嗯，好。不好意思啊，军训那么累，还拉你当模特。哎，没事没事，还从来没有人为我画过肖像画呢，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。叶淼，你能给我看一眼吗？好啊，没问题。叶淼，你画的好好啊。我哥画的比我好。叶岭学长啊，那你们怎么不报美术班呢？我爸安排的，美术只是兴趣，为了将来能够……不说那些不高兴的，陈真，你呢？你为什么报文博学院？我呀，因为这个学院可以有全额的奖学金，我可以帮妈妈减轻一点负担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人和人之间是不一样的嘛。有的人是公主，有的人是仆人。嗨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哪还有尊卑贵贱之分呢？那公主也是平凡人，是吧？你没经历过，你不会懂的。很多事情在公主的眼里是毫不起眼的。
比如说这种肖像画，像。我有一个同学，每一年他家里都会给他画一幅肖像画挂在房间里，特别的好看。久而久之，他也就习惯了。但我却特别的羡慕，有人能一笔一画地勾勒出他的轮廓，见证他成长的样子。我现在不也有了吗？叶苗，这幅画你能送给我吗？这幅不好，沈真，我帮你重新画一幅，画幅好的。沈真，你用你最舒服的姿势，我给你重新画一幅，画幅好的。夏若宁不接我电话，睡了。陆画画同学，你叫我出来有话说。我想正式向你道歉。那好吧，去那边。弗兰基金确实是我们家主投的艺术基金会，有很多大量的古玩古画，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修补师。叶林哥，你知道我为什么送严博这个指甲钳吗？不知道。因为修复古画需要大量的矿原料，可制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。就好比说泥金吧，制作泥金需要把真金锤打成金箔，然后再用手指把金箔磨到在空气中能够飘起来那么轻那么薄。所以严博在做泥金之前都要把指甲剪到最短，饭也不敢吃，水也不敢喝，门也不敢出，就是为了减少金子的损耗。瑞宁，我明白也理解，但是这门手艺不赚钱，而且也很少有人耐下心来学了。严博这么多年就收了一个徒弟，还被你们家那个什么弗兰基金给挖走了，这不等于挖严博的肉吗？太不道德了。哎，人各有志，我不拦他，只是啊，可惜了我这门手艺了。哎，是啊，严博，这个人各有志，拦不住。但是您拦不住，您把这气撒在弗兰基金身上，还把气撒到这个诚心诚意向您求颜料的后生身上，这算什么逻辑啊？我给您理理啊，严博。您看，您徒弟为了高薪走了，那是您徒弟见钱眼开，关弗兰基金什么事儿？人家基金是商业行为，在招聘之前没有义务问一问你跟谁有血缘关系啊，跟谁有师徒感情啊？你说对不对？啊，另外呢，您坚持了这么久的手艺，肯定也是希望有人传承下去。光凭您一己之力，哪能供得上那么多古画修复呢？现在有弗兰基金给您做规模化，不好吗？您不能这么自私。我自私？我怎么自私了？您不自私吗？您为了私人恩怨就不帮忙了？那万一求您帮忙的人要修的画是国宝呢？那不修不就毁了？您就成罪人了，还是千古罪人。哎，你这丫头，我说这事好解决。
要我说，您徒弟这么多年，肯定也没用心学什么本事，要不然叶麟哥也不会请您出山了。哎，走了就走了，也没什么好可惜的。您要是缺人手，弗兰基金有大把的人手，他可以送人过来帮您打下手、磨石头什么的，不就行了吗？到时候要是有人真心喜欢这门手艺，您又看得上，你就收他为徒，不好吗？对，燕伯，只要您愿意。丫头啊，我算看明白了，你这不是来帮我的，你今儿纯粹是来气我的。我哪敢啊，我这是给您出一好办法，因为我知道您是大族的长辈嘛。行，燕伯，您同意了，我立马打电话。等会儿，打什么电话？打电话？打电话让基金会派人过来。哼，没那么容易。严伯，你还要怎么样啊？他们家把我人让我肉疼，我也得让你们家肉疼肉疼。啊？是想要青绿颜料吗？这是青绿颜料的矿石，拿回去自己磨。工具嘛，我可以借你。磨好了，再给我拿回来。姜还是老的任宁，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你。你不用谢，叶麟哥，我是自愿来帮忙的。今天如果没有你在的话，我恐怕又是无功而返。走吧，我们回去。嗯。怎么了？好像轮胎没气了，我去严伯家问一下有没有气筒。没有。什么？肯定没有打气筒，严伯家连自行车都没有，怎么会有打气筒呢？必须没有，一定没有。那我去问邻居家借一个。别，这么晚了不太好。真的不好。所以，你的决定是？我觉得我们可以推着车走回去，反正也不远嘛。而且，今晚的月色这么美，散散步也蛮好的，还能减肥。
原来是这样啊，不过你打工扮同人能挣多少钱？同人挣的钱并不多，但是我可以多打几份啊，整个暑假下来够我好几个月的生活费了。陆花花，那天真的是我不对。你坐过来的时候，我本来是想提醒你来着，可事情发展的太快，我都还没……我相信你，我原谅你了。谢谢你。你打这么多工，赚生活费跟学费，沉默，我敬佩你。你怎么想要报文博学院？是你莫老师的希望吗？也不全是，从小耳濡目染就很喜欢。然后我填志愿就填了文博学院，虽然我成绩不是那么好吧，但是我可以努力啊，反正不能丢我爸妈的脸啊，对吧？维宁，其实我觉得你真的很聪明，就拿今天晚上在严博家举例子，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举一反三，把所有的问题找出症状，并迎刃而解。真的？不行不行，学长，你再说一遍，重说一遍，我录下来。好黑啊！这么重要的时候，怎么能这么黑？一点都不给力。我不能借月光给你，这束光可以吗？我在外面呢，你找我有事儿吗？突然这么温柔，你有病吧？吃错药了？你在哪个外面啊？天哪，你胆子可真够大的，敢在这个时间出营。啊，难怪我看到叶苗给沈真画画，原来是你出的主意啊。为了拖住沈真嘛，你太聪明了。啊，明天见。陈默，咱们走吧，一会儿该熄灯了。哦，好的。夏蕊宁是你最好的朋友。对呀。哎呀，不过她可真让我操碎了心，一天到晚的。喂，叶苗，你到围墙这儿来接一下夏蕊宁吧。我有自行车，得从正门走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沈真，其实我画画是因为……没事。如果我是你，我也拒绝不了他。毕竟她是公主，那就没有我什么事情了吧。晚安。哎，沈真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跟教官告密的。
心碎笔转，抛一泓墨扫几丈天。浓淡合一，掬一捧情侣相见晚。一心一念，独酌对空盏谈经验分散。眉宇招风脸，花瓣飘散落在谁的指尖。无私我念如花几间，青山题杜鹃。我修我写提笔连图，迷外修河山。我邀我人腾荒胭脂，独头望青川。我勾我点朱砂书红，清明前小径。